将军。哎，你在那边动，你做什么？这里有默默练习的人，有没有喝彩也会向前冲的人。有为了比赛放弃观赛的人，有从不见好就收，从不相信极限的人。这里有年轻的热忱，年少的汗水，还有拼到底的勇气。这里有千千万万种人，但这里只有一种热爱，中国热爱多一度。